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上海博物馆青少年人文课堂。这个呢是我们请到的上海师范大学的书法青年书法家篆刻家沈安良老师的他的系列的第三讲。在第一讲当中，沈老师为我们梳理了中国书法的源头源流。在第二讲当中呢，他做了两个案例分析，带领我们看了怎么样去细读中国古代的最经典的这些书法作品。那么我非常期待着他这一场讲座呢开始了。这一场可能对大家来讲，在古文字和书法方面呢，大家会觉得有点陌生，因为这个是牵涉到一个就是书法和金石的关系。但是呢，实际上在我个人理解，可能这个是中国古代这个书法史上它是一个主流研究的一个方向，而且从来都没有分割开，就是纸面的这个法帖书写和金石碑版。那么沈老师是这方面的，是我的老师，也是一个真正的有实力的艺术家，也是一个有研究的青年学者。那么我们欢迎他来讲这一场讲座。啊，谢谢啊，那个不好意思啊，那个路上我表示迟到了。今天呢，我们呢讲的是第三讲《金石永寿》。我们第一讲呢是讲象眉而生。象眉而生呢，主要是讲我们文字的产生啊，它是一个美化的一个过程啊。第二讲呢，我们讲那个心手双创。这个呢，就是说我们欣赏一件书法作品啊，应该是要从哪些地方看呢？应该是看他这个作品是不是发自他的内心。这个作者是发自内心写出来的啊，这样的这个作品呢才会感人啊。我们看了那个王羲之也是一样的啊，看了那个颜真卿的也一样啊。我们今天呢在讲的这个金石这个当中啊，其实也会碰到这个上次我们上课的那个内容啊。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呢，等会我们可以大家互动一下。今天我们要讲的那个金石呢，实际上很多人呢是不一定搞不清楚什么叫金石啊。一般人呢把刻印章呢就叫做金石，金石呢就是刻印章啊，看上去比较的简单啊。其实呢，这个呢是一种误解，误解。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金石呢，它包括了这个很多方面，篆刻仅仅是其中很小很小的。所以说我们有的那个篆刻家啊，在自己的名片上面啊，因为他是篆刻家，所以说他在自己的名片上面印上不是篆刻家，自己写自己篆刻家比较少啊，称为金石家啊。这个呢就把自己啊这个夸大了啊，其实呢就是你仅仅是懂得了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而已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金石两个字啊拆开来跟大家讲，看看啊，我们所了解的金石啊，在座各位所了解的金石，看看有些什么相同的、不同的地方啊。我们在正式上课之前呢，我们也是这样啊，有一个呢，就是啊，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这件事情啊，大家看到过的啊，我们相信那个有的人看到过的，就今年那个。高考的一个题目啊，高考的题目，这个呢非常巧啊，这个是非常巧。这一方呢，这个呢是一方印章啊。最早的时候，人家拿到以后，他看到以为是什么呢？像塞谷子这种感觉啊，以为是这种赌博用的啊。那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面啊。最正宗的这个地方，这四个是什么字？马大。啊，太后。对，那是太后，那个太后看到你那个，叫你太后的。这个呢是大小的大，司大司马印，它是反写啊，它是反写。这个是大家，
大司马懿啊，大司马懿。这个呢，樊水呢，因为是我们现在很多可能那个同学可能就是对这个樊水不是很了解啊，因为你不刻意隐藏的。凡是刻意隐藏的人呢，对樊写这字啊都很有敏感性啊。我们因为你要写硬稿的时候，直接写到石头上要去刻，它实际上首先是要用这个用那个叫凡写写上去，这个字是反的看啊。所以我们像上面在上面这个四个字啊，是啊，这个是大臣的臣，相信的信，启示啊，我们招人启示啊，或者寻人启示。啊，这个呢是大家看一下呢，是一个啊，这个是一个高考题目啊，高考题目。这个高考题目呢，我只能做得出其中的一半，就是多少个面，我猜也猜得出，我数也数得过来啊，因为它是都是对称性的嘛，对吧？所以你数得过来的。但是你说那个后面那个人长是多少？我那现在我知道了啊，根号二减一，那这个我怎么算出来的？但是我不知道啊，可能那个，那很多同学呢，可能我们在座很多人那个，那读数学这样读过以后呢，大家知道哦，这个是人形的，或者人线啊，人线。没有读的时候，有的人都是读零啊，这个呢确实是个多音字啊，确实是个多音字。啊，有一个那个，黑龙江那个地方有一个县啊，叫木林县，这个就是林，也有这个念，还有念第一声的扔啊，这个扔，直不扔扔的扔啊。我们平时讲你这个人啊，这个看上去什么这个傻乎乎的这个啊什么等等啊，扔也是这个啊，这个多音字。那这个人什么意思呢？我们人角啊，人就是人啊，人角就是两个不同方向的面形成的这个夹角是人角。那么人线呢，是两个不同方向的面交接在一起的那个线啊。大家注意，一定是不同方向的啊，一个方向的或者同一个平面上的它不交啊，一定是相交的那根线。那么这个大家看一下呢，是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是正好讲到了这个讲的呢，出题的这个老师啊，说明是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比较深的，所以他在写这个句子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是什么呢？中国有悠久的经史文化，印信就是印章，印信是经史文化的代表之一。如果它就是中国的经史文化，那这个就出大问题了啊！所以这个是非常的准确啊，非常的准确啊。印信的那个这个形状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看上去是啊这样一个26个面啊是有正方的啊，有三角的啊。那么这个是谁用的呢？啊，这个是谁用的呢？那个是啊，出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面啊有很多啊，从上面呈信上书，给皇帝用的，对不对？上书呈信上章，这个凡是有上的，总归是对上对皇上的意思啊。呈信上表，呈信启事。啊，这个呢，大家看得出来了，正面了，对不对？大司马懿，大都督印，这个是刺史之印，柱国之印。柱国，我们还有印象吗？上堂课我们讲到过这个上柱国，啊，大家等一会儿我给大家再捋一捋啊，这个已经可能忘了，啊。密啊，这个是全还是同，我也搞不清楚啊。令可能是叫令啊，这个呢是这方印章。为什么知道这方印章是独孤信的印章呢？这个上面呢，因为是这方印章，
这是横过来的嘛，竖起来的话就是啊，独孤信白书。白书什么意思呢？白就是写信的意思啊，写信的意思。白书白起啊，都是写信的意思啊。啊，这个是姓白，脚是放一个尖打的是，就是写差不多也应该是写信的意思啊，就这个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方印章的材质呢是。梅金，我们平时呢叫梅金石啊，黑的梅金石。这个呢以前呢啊，我们那个80年代以前呢，这个是用这种呢是蛮多的啊，外面还买得到。现在呢是买不到这种石。梅金石呢，它呢韧性太大，就是你受刀啊，你刀上去以后啊，很难往前冲，滑不动啊，很涩的这种感觉。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他刻印章的时候，他如果采要这种比较粗犷一路的这种印章呢，你就没办法看，他不爆，没有爆裂感啊。所以这个呢是现在呢我们已经啊基本不用，而且呢它呢相对偏硬啊，相对偏硬，所以就叫梅，这个梅玉啊，这个梅玉，玉只是代表它是很亮的，同时也是比较硬的啊。比较硬的，这个里面呢，这个一方呢，就是我们正好啊，这次看到啊，这次看到这样的一个，这个独孤信呢，他是北魏的那个北朝，南北朝的时候的北朝的一个很做了一个很大的官，而且我们知道历史上中国第一老丈人就是独孤信。啊，他好像有三个还是四个女儿，都是做了皇帝的这个皇后啊，都是皇后，不是一般的人啊，是皇后。哎，所以这个呢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啊，我们叫现在叫很牛的这样一个老丈人啊，这个生了七个女儿啊，有三个不是四个，我记得还是差不多四个大概是啊，做了那个太后啊，做了皇后，这个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啊，非常了不起。哎，这个呢是正好是巧啊，我们上面看到这个，我们上一堂课是不是讲过那个自述高僧，我还给大家念了一遍，对不对？哎，这里面有一个看到吧，这个上注国那赐国储为天下之本，太子，国储是太子啊，我们现在皇储啊就是太子。师导乃元良之教，师导就是老师啊，老师，元良最优良的东西是谁来教呢？就是这个老师来教，将以本固，要让他啊能够学到扎实的东西，必有教先，一定要先去教育啊，先要教啊，这个必有教先呢。非求，这个是看上去中国的中，但实际上呢它是下面有个心的，忠心耿耿的忠。非求忠贤，不是寻找这种这个是忠诚贤良的这样的一个人，何以审誉啊，怎么可能啊这个教好呢啊，审誉就是这个啊。下面这个是啊，光禄大夫，光禄大夫呢？我们在那个祭侄稿里面，前面还有两个字，叫迎亲光禄大夫，对不对？啊，有迎亲光禄大夫，等会我们后面会讲到啊。这个为什么是啊？这个是迎亲大夫，行使啊，行吏部尚书，充礼仪使，上柱国，鲁郡开国公严正卿，这个是他的身份。严正卿前面的这个身份啊，严正卿记者文稿的地方也是一样，把自己的身份啊全部罗列一遍啊。现在大家不可能讲到，我觉得我是上师大老师，但是不会去写上去啊。那这个里面呢，就是有上柱国，
圣柱国跟刚才的这个柱国，它是这里面是柱国之印，对不对？那这个是柱国之印，圣柱国跟柱国是什么呢？什么关系呢？柱国呢也是一个啊，这个是国家的柱子啊，啊，国家的柱子这个意思啊。圣柱国是最高级别的柱国，它里面有上中下啊，是最高级别的啊。所以这个里面呢，大家看到啊，这个那、说明啊，这个独孤信啊，他的身份地位啊，确实也是非常非常的高啊，非常非常的高啊。这个就是啊，我们那个。当然这个是这只是一个只是一个画的这个像啊，这个肯定不是真实的一个人物啊，肯定不是一个真实的不是真实的这个照片啊。独孤信他是鲜卑族的啊，所以说他是北朝的。这个呢，我们就可以讲魏晋的时候，我们上次讲的那个魏晋的时候啊，都喜欢什么呢？都喜欢漂亮啊。你要想成为名士啊，你应该是什么呢？啊，是一个至少是一个美男子啊，或者是现在的小鲜肉啊，否则的话你是做不到名士这个。那么这个呢，大家也可以看到，那这个尽管他那个是画像，但是我们看上去也啊，应该年轻的时候也是不错的，也蛮漂亮的一个人啊，长得蛮端正的。你看，所以史称美容仪啊，善其色这样子。这样一个人啊，所以我们讲今年的这个高考的一个题目，正好跟我们这次讲的那个啊，这个我们这个讲座啊，非常的吻合。所以我正好看到这个以后，我说哎，这个真巧了啊，这个找不出这个题目，挽不出题目啊，就在今年出的这个题目，给大家一个很直观的一个了解啊，印章啊，它是经学的一部分。这个里面呢，这一方这个那么多印章，它都是有实用价值的啊。除了它自己放在身上以外啊，它有一定的装饰性。它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是，是一个实用。而且这方这个印章呢，大家看到吗？它有没有穿孔啊？没有的，说明它是放在一个袋子里面，袋子上面肯定有这样啊，有个收口，以后把它这个挂在身上。啊，是这样的一个使用的这个，因为这样可以做到就是最大可能的这个每个面都可以利用起来，啊，每个面都可以利用起来。整个这个印章呢，一共刻了14方印章，因为14个这个正方形的这个14方印章啊。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金石呢，啊，这个呢，大家呢注意，这个金。中鼎也啊，中鼎呢就是青铜器啊，青铜器。石丰碑也啊，很多人那个丰碑啊，我们那个啊，这个现在也经常用这个词的，对吧？啊，不朽的丰碑啊，这个都是这个意思啊。出呢是出自于甲大禹这个人啊，我们上次说过大禹是不是一条虫呢？大禹。啊，确实是一条传说中的虫，它只不过是什么呢？是一个少数民族的一个，它是一个图腾而已啊，图腾而已。所以它的功绩名与金石，这个是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金石两个字啊。这个高佑呢，就后面一个汉代一个专门是注的这样一个啊注释的这样一个学者啊，高佑。注释这个是啊，这个是金，所以说我们说金石呢是古代用来那个铭刻人的这个功绩啊，功绩主要是刻在青铜器上面，刻在那个石碑上面啊，石碑上面。所以现在呢，我们一讲到碑就是墓碑，其实不然啊，我们就讲这个碑啊，啊碑呢实际上最早它是什么呢？啊，大家有没有那个我那个在我们在那个叫这个
推的这个里面有一本书叫《金石图画》的那本书，大家有没有去看过啊？啊，可能没有这本书啊。这本书里面就讲过啊，这本书啊，史承泽这个老先生讲过，这个碑呢最早是什么呢？是木四周四块带有圆孔的这个柱子，四个方向四个柱子，这个孔里面穿绳，然后这个绳呢把这个棺木呢把它扎好以后，就是通过这个绳啊把它放下去的。这个最早的时候啊，它是派这个用场，就像我们后代啊有一种叫做拴马柱，一根柱子旁边，它旁边这个脚上面挖一个洞的穿孔的啊，这个孔啊穿进去就扎这个马的那个啊这个绳子啊缰绳。所以说最早的这个碑啊，它并不是刻字的，也不是说为了要纪念好像某一个人的那个什么啊，这个在放在墓前的，不是。到后来慢慢是呢，这块碑啊，这个柱子放在那个地方啊，后来就觉得，哎，这个地方如果是知道这个墓是谁的，刻在上面，那他们就知道了嘛，以后纪念起来就容易了。好，后来慢慢上面刻字了，啊，就是墓碑最早是这样的。后来呢，这个柱子不存在，只是在墓前啊写一个碑文啊，刻在上面啊，这个是有个演化过程的啊。那么这个金石是这个意思，金石学呢，它是一门学问，这门学问是很高深的一门学问。所以说你是一个学问家，我觉得还是能够就是只是很觉得你很不错。你如果说你是一个金石学家，那你的学问可大了去了。人家不认识的字你能认识啊，人家读不通的文字你能读通啊，各种各样的器皿你搞得清楚啊。那就像我们最早时候讲的这个甲骨文啊，这个都是在金石学的这个范畴里面啊。大家注意啊，它这个地方是讲啊，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是以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为主啊，不是只是它这个。所以说很多说那个你这个甲骨文又它也不是青铜器，也不是石头，对啊，它也算是金石学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门类，甲骨学啊。那么研究的东西什么呢？我们现在呢很多啊，我们今天这个是在上博藏了很多的青铜器，上博的青铜器是全英国是有名的啊，跟西安博物馆当然不好比，但是上海博物馆藏的青铜器也是赫赫有名的啊。我们如果有机会结束以后到那个啊楼上去看看啊，有个青铜馆啊，也非常了不起啊，非常了不起。里面有很多的青铜器的文字啊，大家是不认的啊，很难认识。我们这里面举的这个几个例子，大家去看一看啊。钟，编钟大家都知道啊，钟鼎，三足鼎立啊，这个鼎，这个是眼啊，这个字啊，啊这个字就是很难认啊，一般不知道的啊，这个是念眼。它是一种炊烟烧这个炊具啊，就是烧饭用的这个炊具。这个呢念立，不念歌啊，念立也是的啊。但是同样是烧饭的这个炊具啊，形状是不一样的，大家可以去查的啊，可以去查一下啊，就有时候不一样。盘主要是干什么的呢？主要是洗手洗脸和洗澡。啊，很多人盘一个盘子还能洗澡，好，那待会儿看看，今天看看这个现在世界上最大的那个啊青铜的一个盘子啊，一个盘子，旁边这个呢是仪，
就是像一个水，像个瓢一样的舀水的这个。所以在青铜器有青铜器墓葬的地方，应该是什么呢？盘和仪，它是一组一组放下去的，用这个舀水舀到这个盘里面洗手洗脸洗澡啊。但是呢，在有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有的，因为以前那个收藏的时候，有的人我喜欢就喜欢仪，我不喜欢你这个盘。有的人我只喜欢盘，这个仪我觉得没什么好，那么就变成什么呢？最后会分开的啊。所以真正我们现在展览的过程当中，是一组组展览的很少啊。即使一个人收藏了，以前的人也不知道，就这种就放在那个就分散了，不知道了啊。那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出土的里面很多都是成组的啊，配套用的。啊，还有一个是尊，啊，还有尊，尊呢，啊，我们现在很尊重，啊，那个尊敬，啊，都是一个尊。尊在古代它是一个那种放酒的酒器，但是爵也是放酒的，对不对？它所以是大中型的爵，它实际上一般的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和爵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就是有三只羊的啊，和爵啊，放很多的酒。那么酒为什么是这个酒尊呢？就酒啊，在古代这个酒是在最重要的礼仪上面使用的啊，很尊重、尊敬啊、尊崇啊。还有一个，这个是大家一般。我不注这个音的话，大家一定念敦啊，是有这个敦啊，敦厚的敦。但是它呢，在戏曲里面它叫对啊，念对啊。这个呢是放什么呢？放粮食的啊，书记的这个就是书小米啊，这个麦子一类的啊，这种器具。这个研究是研究这种东西的这种款式啊，然后我们讲什么的款式。还有是丰碑大节，丰碑就是个丰碑。碑和节它的区别，碑长方形的碑，节圆形的啊，不一样的啊，碑节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那个等一会儿看那个石鼓文。石鼓它就称为石鼓，它是圆的，所以就称节啊。因为是讲的都是狩猎啊、打猎的这些东西，所以叫猎节，打猎的圆形的石头啊。那么金石学主要是研究这种方面的这种学问，研究了干什么？正经古史啊，历史上很多记载的这种文字啊，因为传抄，因为时代久远，记忆偏差，有很多差错，只有当时记录下来刻在碑文上的啊，这个或者是青铜器铸造上面的这个文字才是最准确的。那么这样的话，对照以后呢，就可以起到这个作用啊，纠正的这个偏差的这个作用啊。那么这个呢是金石和金石学，下面这句话呢啊，真古文字就是甲骨文啊。我们呢现在呢发现很奇怪啊，我上次听他讲夏代有很完备的这种天文的东西啊，夏历啊，我们现在的农历又叫夏历，夏历夏历就是夏朝，上古三代夏啊商周，这个夏代的时候我们上次也讲过五大酷刑啊，上次我们直接讲了四个酷刑，还有一个酷刑没讲啊，只对对对男的有效的宫刑，阉割了，做太监了。所以太监不是说明清时候才有的啊，叫做古已有之宫刑啊。我们上次没讲这个刑啊，四大刑，我们讲异刑割鼻子，对吧？哎，这种墨刑。
刺字啊、烫字啊，这个烫法有上面弄个黑的，对吧？砍竹的飞行，对吧？还有大辟，五马分尸啊，这个五种酷刑，你说现在这个刑法现在可能有的地方还会用啊，有的国家可能还会用，那是我们夏朝的那个时候发明的一个啊。奇怪的是什么呢？我们在座的这个小朋友啊，我觉得还有研究这个可能性啊，大家可以去啊，从小开始研究这件事情。这个甄卜的文字啊，就甲骨文啊，在青铜器上面是没有见到过，也就是说甲骨文突然之间消失了。我们知道青铜器最早，我们现在看到的青铜器是商代啊，夏商周啊，商代中期以后出现的，而且夏朝商朝的时候，中期的甲骨的钟鼎上的这个文字啊，它是很少的几个字，一直到周代的时候才有长篇的这种铭文出现。奇怪啊，我们那个这个商代早期的这个甲骨文啊，这个金铜器上面就一点痕迹都没有。另外一个，这个青铜器上的这个铭文啊，在后面的碑刻的这个碑里面的文字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啊，就是这个经文啊，石刻的文字当中啊，它没有经文的啊，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奇怪的这个事情啊。夏代所有的东西现在我们都看不到了啊，我们当然了，秦代时候有一个焚书坑儒的这个事情，秦始皇把前面的所有能够见得到的这种文字也好，这个书籍也好，不管是竹木也好，这个什么，全部啊烧掉、毁掉了，那有可能对吧？有一段时间啊，这个什么东西没有。你还有一个就是青铜器，是到我们唐代以后才开始用。啊，才开始发现了青铜器的东西。我们到1899年的时候才发现甲骨文，也就是说，1899年之前所有的这些古人是从来没有看到过甲骨文的。啊，那么不能说以后什么时候若干年，或者是100年或者几百年，没有可能挖掘出夏代的东西。那么后面的人看我们现在，就像我们现在看1899年以前的那个人一样的，哎，我笑话他们怎么没看到甲骨文呢？那么100年以后的那些人也会笑话我们呀。我们那个这个2019年的这批人，这个没看到过这个夏代的这个东西啊，这个跟我们那个王羲之的感慨一样啊，后知世经啊。也有今之世系一样的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个里面呢，到目前为止啊，我们这个研究的这个里面呢，这个呢都是一个现象，不代表它里面一定没有，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出土的这个证据啊，来佐证这个我们的猜想，应该是有的了，但是现在找不到啊，这个是比较遗憾的。刚才这个里面讲到这个碣石原型的石头呢，啊，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碣石啊，这首诗大家应该都读过的啊，读过的，这个是曹操的那个官仓台啊，东岭碣石，这个东岭碣石，山海关那边的啊，大家看一下这个碣石呢，这个圆形的，这个就是碣石啊，东岭碣石。这个给大家一个形象啊，印象就是哦，原来这个为什么叫这个是叫碣石，而不是说东岭山石、东岭巨石啊？他又用碣石，这个是道理是在这个地方，因为它是原型啊。如果我们都中学里面，这个不知道是中学还是小学的这个课本里面会有啊，有的话，大家这个今天在座的小朋友就知道了啊，你可以知道以后讲到这个字的时候，哦，原来是啊，而且这个里面大家看。整个这首诗啊，
很得意啊，歌以咏之，非常得意啊，因为他打了个胜仗啊，打了个胜仗啊。上次我们讲到一个有个字啊，这个字不知道讲过没有？土字旁的这个啊，土字旁的这个旁边，这个是环了、啊，这个是环，不环，齐桓公的环。旁边如果是土字旁，是不是念什么？哎，断壁残垣，哎，有一个大学者叫程元啊，这个是燕京大学的一个校长啊，程元。这个呢，这首诗呢，大家这个里面啊很多啊，这个可以去，都是我说的，就是古诗啊。为什么教大家读古诗古文啊？这么多好句子啊，好词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啊，这个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看。那么这个呢，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啊。这个经石呢，不等这个印章啊，印章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啊。那么印章跟篆刻呢，也有这个区别。印章跟篆刻有什么区别呢？现在搞篆刻的人啊，能够知道的应该是很少啊。在座各位有没有知道这个印章和篆刻有什么区别？印章和篆刻现在都是一样的啊，都一样的。其实它是不一样的啊。明清之前啊，明清之前没有篆刻这个说法啊，没有篆刻这个说法，只是这个印章叫我们叫母印篆，就是刻印章的这个字体啊。篆字呢，就是我们知道印章啊，印章我们现在最早能够看得到的印章是战国时候的。古代的写，战国古小写，非常小的印章啊，战国时候的啊。那么篆刻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篆刻是秦代开始，李斯有了秦篆小篆以后，他的印章用这个篆字篆书来刻，这个时候他叫篆刻啊。以前秦以前的这个，我们把它叫做印章。当然现在都不讲啊，秦汉印章、秦汉篆刻都可以叫，都没问题。但实际上它是有区别的，只是现在我们约定俗成啊，这个已经不去追究这个事情啊。尤其是篆刻，尤其是到了明清时候，流派印出现，中国印章到了第二座高峰，秦汉是一座高峰，这个明清是一座高峰。刚才我讲的战国古写。也是一个高峰。所谓高峰，就像我们炒股票一样的啊，正好是到了这个峰巅的这个状态，巅峰的这个状态啊。这个呢，我们了解一下啊，了解一下。下面呢，我们讲分两块啊，一块是讲经文，一块是讲石刻啊，经文和石刻啊。经文主要是指的是三代。啊，善代就是夏商周了。实际上，夏商周的夏我们实际上是没有啊。但是我们呢，主要是这个战国以前的啊，在钟鼎仪器上面，仪我们现在是不是还有仪组？哎，以前这个仪啊，就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很多图案，现在少数民族还在用啊。我们上次讲的河图洛书啊，他现在就是在苗族这个地方就在用啊，他们的图案就是很古老的这个图案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把这种文字啊钟鼎仪器，或者叫做钟鼎文经文，不是啊，以前说经文这个历史刻在金子上面啊，黄金上面啊，不是的啊。它是金，实际上就是金属，主要指的是青铜器啊，主要指的是青铜器啊。铁器上面的文字一般也很少啊，我们上古三代它基本上没有这种铁器的啊这种东西啊。铁器我们知道是很硬的啊，它对铜来讲它是偏硬的啊。所以说这个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就是甲骨文到李斯啊，这一段这个里面的文字
我们把它称之为啊，这个是经文啊，称之为经文啊。那么钟鼎，钟鼎啊，钟敲的钟是乐器，鼎是礼器，礼器主要是祭祀啊，这种里面、啊、放这个啊，有实用的，也有这个是一个装象征性的啊礼器。所谓礼器啊，这个是都是这些。大家注意啊，礼器，礼器啊是祭祀祖先的这个祭器叫礼器。还有一种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有的，注意了，这个钟鼎它是有的是埋在那墓里面，是埋的这个人的这个是他生前用的这个器具，这个是叫养器啊，叫养器，活养活人的这个啊。那么这个款字，这个不叫款诗啊，这个念同字的字叫款字啊，大家那个平时念字不要念款诗啊，款诗不对了，款字，款凹下去的啊，凹下去的啊，那个我们现在讲一个款款而行，款款而行什么意思呢？不是凹下去的行啊，就是款款而行呢，就是人啊比较谦虚的这种，怎么样，慢慢的这样，不是自高气昂的这种感觉啊，款款而行啊，款步慢慢的啊，这个放缓脚步啊，字突出的就念字。我们现在很多那个有几种说法啊，这个印章里面、啊、有几种说法，大家那个看一下什么意啊，这个是。三种，款英文凹进去的英文，这个正好倒过来啊，就是我们印章当中讲的这个白文，字呢是阳文，就是我们印章当中讲的这个朱文，就是凸出来的为阳，凹下去的为阴啊，所以这个里面呢对应起来就是款英文白文，字阳文朱文。啊，这个印章里面大概就这样一个对应啊，这样一个对应啊，款字啊，大家注意这个。所以我们这个青铜器里面，我们大部分都是款，都是凹进去的。因为什么呢？他在做饭的时候，泥饭啊，做饭的时候它是刻掉的，就像一个凸出来的文字啊，就这个铸造的时候就凹进去了。啊，款字，这个呢是因为是要讲到最好讲到我们讲到这个毛公鼎啊，讲到这个毛公鼎，我们去过台北故宫的话呢，这三样东西应该是必看的啊，毫无疑问是必看的啊，翠玉白菜，这个翠玉白菜呢，它是到我知道是翡翠的，带有点紫罗兰的这个翡翠啊。这个翡翠为什么珍贵呢？第一个非常逼真，就像你这个如果是不讲这个是一个玉，你看到哎一块大彩带啊，大白菜。另外一个呢，它上面呢有这个呢是这个是什么？有两种虫，一种呢是绿的那种啊，就是像这种。啊，蚂蚱一样的那个，蚂蚱代表什么知道吧？多子多孙啊，因为蚂蚱繁殖非常厉害啊，所以它呢是什么呢？它是寓意什么呢？清清白白，还有一个就是多子多孙啊，所以它有很好的这个寓意，而且都是什么呢？青的这个那个翠的地方跟白的地方正好看上去啊，就是哎。非常的神似啊，非常神似。
第二块东坡肉，啊，东坡肉，这是块石头，但是它看上去像块肉。大家可以看到上面的这个肉上的毛孔，就是还是很清晰啊。嗯，这个是比真的还要真，啊，你这块肉真的一块东坡肉放在上面，你可能还要觉得假的。这个放在你面前，绝对是想象不出来的啊。大不大的，大家看到了，只有五点几公分、六点几公分，小小的一块，正好是一块东坡肉的大小，啊，它没有任何的加工啊，没有任何的加工。旁边这个呢是毛公鼎啊，毛公鼎，毛公鼎呢这个是比较大的啊。我们刚才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礼器啊，就是礼器。像这种鼎派什么用的呢？啊，炖肉啊，就是这种这底汤啊，咱们那些东西呢，下面烧了以后这个啊，煮肉啊，煮肉食类的东西啊。很大啊！现在这个看看很脏啊，这个里面烧的东西肯定不能吃啊。在古代刚刚铸造出来的时候啊，新的时候啊，就像我们现在新的锅子，当然可以煮啊。当然我们现在没有看到下面这个有火啊，我们所有的钟鼎啊，这个下面都没有看到有火烧的痕迹，那说明什么呢？这些都是礼器，祭祀时候用的，不是真正的食用的。讲是讲，它实际上是什么呢？烧好的肉猪头啊什么东西呢，就放到这个鼎里面啊，放到这个鼎，然后拿去祭祀，并不是在现场煮啊，并不是现场煮。所以这个我们就是现在为什么它是派这个用场啊，但是又没有火烧的痕迹。这个呢是我们啊今天要这个重要要讲的这个三件东西。既然讲金石嘛啊，金第一个啊，第一个字念什么知道吗？郭辉。郭辉，不念虎啊，不念乳啊。国家的国的读样的读音啊，叫国际子白盘，国际子白不是盘是白的啊，国是一个国家的这个名字。啊，这个是周代时候一个国家的名字，一个小国的叫国啊，叫国国啊。祭，古代啊啊，这个国中书记啊，那说明什么呢？是老师。子，对男子的一个尊称。白，他的名字啊，叫。国际子白盘，这样叫分开，不能国际子白盘啊，这个人家一见白盘，这个白色的盘子啊，不是啊，国际子白盘啊，这个盘子啊，它这个盘子啊，大家看看这个有多大多长啊，长是1米37，宽是86啊。我们刚才讲过，那个盘是洗手、洗脸、洗澡。这个呢，估计如果洗脸的话，除了小月月可以，其他我们都不行。小月的脸盘够大，这么大一个盘子呢，它没不是肯定不是洗脸啊，也不可能不是洗的，它就是洗澡。还有一种盘，还有一个用处，是后人用的，干嘛用的呢？做马槽。这个国际紫白盘，这个盘子啊，它就是在啊这个时候清代的时候啊，这个镇压太平天国的时候，有个叫刘敏传的这个人啊，哎，听到那个马厩里面正好是哎有这个当当当的声音，哦，马在吃草，你吃草这个东西，马槽是什么呢？哎，是金属的。然后金属一看里面有文字，这个刘敏传他是有点那个文化的人。啊，他就发现这个，它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就是这个国际紫白盘子啊。这个盘子呢，他就后来就放到自己家里面去，放到家里面还专门给他造了一个亭啊，盘亭啊，这个盘子亭。这个呢是一个啊，为什么是成为三难？因为是都是罪啊，
这个非常庞大，散四盘呢，它是传这个大小呢，是那个高是20公分左右，我们用尺来量尺啊。但是口径这个盘的圆盘口径，所以我们看到盘子的当中，圆盘的当中最大的，盘子当中字数也是最多的啊。三样这个毛公鼎是现存的这个青铜器当中文字最多的。这里面我写的是500个字，为什么前面写个近500字呢？因为有几种说法，有的说是497个字，也有说498个字，也有说是500个字。这里面呢，因为什么呢？有这个里面的铭文啊，有的已经缺失的是不是有文字呢？你如果当它是文字，那就是500个字；你不当它文字，就498个字。啊，因为它的占的空间就是2个字的位置，啊，所以说，这个就，那么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地三个出土都是在清代，一个是乾隆的，2个是道光的，啊，道光年间的，啊，就是这个比较晚，大家看一下1843年啊，道光那个是，这个就有概念，对吧？然后出土呢，大家看一下啊，都是陕西宝鸡、陕西凤翔，也是现在的宝鸡啊，陕西岐山啊，我们有个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可能就是这个地方出生的，我因为没考证过啊。现在收藏的地方，这两件都在台北故宫，这一件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啊，国家博物馆。那么啊，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是国际紫白盘，这个呢是这个放大以后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典型的青铜器的这种啊，这种纹路啊，这种纹路，当当当的声音就是旁边这个环啊，马碰到这个环，所以敲在这个青铜器上面发出的声音啊，非常精美。非常这么大一个盘，这个要铸造出来是很难很难的。就像我们现在平时我们买一个那个青花瓷的瓶子，是不是也无所谓的？越大的这种青花瓷的缸，它越难铸造，因为它为什么呢？它会塌陷啊，这个泥啊一烧以后软了以后会掉下来。所以说，越是大的这种像青花瓷的缸啊、青花瓷的盘啊、青花瓷的碗啊，越大越珍贵，越难铸造。青铜器也是一样的，越大越是重器。刚才讲的那个像那个这个大的这个鼎啊，它就是一个国之重器，只有国家皇帝在祭祀时候才会拿出来用，国家的重器啊。有多大呢？给大家直观一点看一看。哎，这个确实是啊，这是50几年的时候捐献出来的时候啊，这个很有传奇色彩的一个啊，后来埋在地下种上树啊之类的啊，这个是因为怕被日本人拿去，所以呢，后来呢，现在呢，就是后来再挖出来以后，再解放以后，是解放以后挖出来的，所以还能够留在大陆。解放以前如果挖出来的话，那就肯定到台湾去了啊！这三大那个国之瑰宝全到台湾去了啊！这个呢，大家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面大家可以看得到啊，可以看得到。这个呢是陕字盘的这个铭文啊，376个字的铭文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铭文的这个排布啊，实际上呢，古人呢，我们今天就讲的这个书法的这个意义，古人在排布的时候，他一定是有意识去排列的，大小、左右，整个章法的布置，
他一定是有意识的，不是随手写的啊，写到哪里算哪里，不是。但是他一定不是以我们现在所谓的书法为标准的，他没有书法这个概念。我们现在书法是变成一个独立的一个艺术品，而在古代的时候，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实用的东西。就像现在的印章，现在的印章还有什么用呢？你们买房子，现在不知道买房子还要不要盖印章？不要，现在好像都是要手印，对吧？签字、手印，这个脸部识别了什么东西啊？古人的这个印章，它就是实用的，因为什么呢？最早的印章，它买卖东西啊，它必须要有印章，而且一定要佩戴在身上，随身带着，证明你的身份。我们现在谁都可以买刻一方印章的，在古代刻印章随便刻是要杀头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印章的，奴隶就没有印章啊，就我们贫下中农可能也就没有印章啊，地富反可能有、这种印章它干什么用的？它拿出去交换东西的时候，最早的时候我们知道都是物交换的，你拿一个手机给我，我拿一支笔给你交换，那么凭什么说这个手机是你的呢？你不是偷来的呢？这支笔为什么是我的呢？不是隔壁的呢？凭什么呢？凭一样东西，你身上的这方印。那就我们现在肯定很奇怪，你身上的印能证明这支笔是你的？在古代，印啊，这个印章的印是什么意思呢？印，说文解字上解释说，执政所持信，就是执政掌握权力的人，他的手里面掌握权力的一个信物，所以古代的印章它是一个信物。我们现在当然了，诚信已经很缺失了，在古代没有这种什么现在坑蒙拐骗的这种事情，就是古人拿了这方印章，有这方印章就代表你这个人是可信的，毋庸置疑啊，这个就是印章的它真正的作用啊。我们现在作假当然也用印章，对不对？书画作假做用印章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大家注意啊，这个这种那为什么说这个印是执政所持信的啊？这个呢，跟这个字啊，这个印章最早它不是我们这个印章的印，它这个字呢是意志的意的最原始的这个字。意是不是往下压的意思啊？意志就是往下压的意思。啊，这个印字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呢？手里面拿了一个斧节，这是什么呢？一个权杖。手里面拿了权杖是不是代表权力啊？这个印字啊，所以说这个印章的这个印啊，它是这个意思。我们每个人啊，总归要有一方印章，对不对？啊，一方印章，而且印章呢，它也有很多其他的这个作用啊，它还可以辟邪啊，因为你有印，所以小鬼不敢近身啊。现在有的人身上佩戴玉，也有佩戴印章的啊。这个是毛公鼎啊，这个是毛公鼎。
字数最多的这样一个鼎，毛公鼎。大家看到里面密密麻麻，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是成为国之重器呢？啊，是一个国家最厉害的东西啊，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天眼一样，对不对？国之重器，你看多大，你一般你根本做不到，是不是？哎，国之这个啊，毛公鼎，大家看看，很威武的这样一个感觉，你看厚实的不得了啊。这个呢是国际是白盘的那个，它的那个这个是拍的这个照片啊，是这个青铜器上的这个照片，这个是拓片啊，这个是拓片，拓下来的拓片啊。这个大家看一下，这种你看这种排列啊，排列排布啊，应该讲都是有一定规矩。好，这种文字呢，我们现在把它称之为古文字啊，就是隶书之前的文字我们都把它称之为古文字，隶书之后的文字都叫做今文字。所谓古文字就是我们现在很难认识的文字，今文字现在隶书，我如果写一个隶书的字，大家几乎没有人不认识啊。所以说立定以后啊，汉代说立定以后文字一分为二，之前的文字很难辨识，它通用性就没有了。汉代之后的这个隶书以后的文字啊，楷书当然大家毋庸置疑做成了，很能够看清楚的，对不对？哎，好，这些文字跟甲骨文不一样，但是也是比较难以辨识的啊，也是比较难以辨识的啊。当然这个比甲骨文要好辨识多了啊，好辨识多了。甲骨文当中很多都是象形字啊，金文当中没有象形字啊。这个就是散字盘的这个铭文啊，铭文。这个盘子，这种盘子的这种拓法呢叫什么呢？哎，全形拓啊。全形拓是怎么拓出来的呢？一块块拼起来的是吧？全形拓呢，它要先要刻板子的啊，然后先要绘制一个板子，然后再刻出来，刻出来以后再拓出来，不是一块一块拓好又拼起来的啊，哪有这个全形拓啊？那你这个盘是圆的，怎么拓出来一个扁的呢？你给我试试看，你倒拓拓看，不是啊？这个具体怎么呢？就是。本来是今天应该有一个拓的，上一次课那个啊，有个老师来的，专门做拓片的啊，这个今天好像正好有时间来啊。这个是散字盘啊，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文字啊，跟刚才的这个国际字白盘的这个文字啊，它排布已经很不一样了，是不是？你看这个里面的这个文字的这个排布啊，全是错落的啊。刚才这一张大家看到了，哎，都是一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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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啊？比较规矩啊。那说明什么呢？这个呢相比较而言，这个是比较后面的，越到后面越规整啊。这个是我们上次讲的甲骨文的时候就讲到这个啊，这个里面啊，所以说散字盘灵的人很多啊，但是灵得好的人很少啊。今天我们会等会看到人家怎么刻的，嗯啊，毛公鼎也是啊，全形拓，一个全形拓，那两边拓出来这样啊。这个毛公鼎呢，等会我们就要讲到一个人，山东的一个啊很重要的一个人。毛公鼎呢，这个主要是这个做这个鼎的这个人姓毛啊。这个周宣王尊称他毛公，他是周宣王的一个叔叔啊，叔叔啊，让他出山以后呢，治理帮他治理国家，铭文上的意思就这个意思。然后你治理国家，我送给你什么权利，送你什么东西，这个铭文上面就是这个铸这个鼎
毛公就毛啊，是他自己铸造以后干什么用呢？就是说明我的身份啊，所以说这个呢，就是变成了这个一个祭祀的时候后人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大家看到王若曰父，这个念音啊，什么什么显文武，皇天什么什么这个啊，都是啊，这个是德九德啊，这个看有周音啊什么就搞不清楚啊。那我们看他的这个文字啊，跟我们讲甲骨文啊用的方法好像比较像啊，就是两头都是相对细一点，中间粗一点，然后中间粗一点。这个是毛公鼎啊，毛公鼎啊，大家看一下，这个是王夫安临的这个散字盘啊，散字盘，他临的这个大家可以看上去是说是比较的这个圆润啊，比较圆润。这个是黄宾虹的那个临的那个散字，临的是比较的这个相对讲草率一些，潦草一些。但是两者之间啊，黄宾虹临的其实更有古意，更有我们叫书房里面有金石味，金石味更有金石味啊，更有金石味。而且它呢又带有很强的这种书写的这种感觉。书写的这种感觉，这个是清代的一个叫李瑞清临的这个毛公鼎啊，毛公鼎，他临的这个毛公鼎呢，这个线条啊都有抖的这种感觉啊。马公鱼近代的一个啊，马公鱼你看他临的跟刚才的那个啊临的这个是线条，你看也是很圆润的啊，很圆润。是不是完全不一样？不同的人临出来的东西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能够显示出你一个人的这个性格啊。这个是一个篆刻家佟大年的临的国际纸白盘的那个东西啊，他临的这个呢，也是啊，线条啊，粗细啊，变化很大。这个黄墨福临的跟他临的又完全不一样啊，又完全不一样。黄墨福临的你看竖的里面也不讲究，横的里面也不讲究的啊。黄墨福是一个大篆刻家啊，他倒是一个大金石家的啊，所以他临这个感觉啊，跟他们这种临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佟大年也是刻篆刻的，也是个金石家，但是他临的你看，所以说我们说是什么是金石器，什么是书法的标准，其实很难说的。书法有标准吗？有法度，有法度，就是这个字的这个写法啊，你一定要准确啊。有的人写草书啊，就潦草就叫草书，草书它有草法，你一定要有这个知道这个草法啊。所以说这个里面呢，大家要注意，就是自己在临摹的时候呢，基本的笔法知道了，它的那个里面的字的字法知道了，接下来就是什么，就是看你自己的悟性啊。所以好的老师绝对不是叫你去照着我的写的你去写，这种老师是最没有这个水平的老师啊，应该是什么呢？教你基本的东西，剩下的就放手让你想怎么写怎么写啊。讲到这个金石啊，我们今天要重点的讲一讲陈介祺这个人啊，山东潍县的这个人陈介祺。这个人非常重要啊！我们研究金石的这个，没有可以避开他的啊。我们刚才的这个毛公鼎，就是他收藏的啊，就是他收藏的啊。
而且里面有很多很多曲曲折折的这种故事在里面啊，故事在里面啊，大家看一下这个人物啊，清代著名的经史学家和文物收藏家啊，经史学家他不收藏东西，他只搞研究，那他就不是收藏家，他是先收藏再研究啊。字寿卿，号辅斋，政府的辅啊，辅斋，晚号海滨并史，齐东陶傅，山东潍县，现在潍坊，潍坊人。道光25年中的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翰林院编修呢，就是等于是国家图书馆里面干什么的呢？就是专门是编制的，就是国家的这个文书的啊。翰林院编修，起草文稿啊，就是他们在做的啊。皇帝不是要有的时候要什么？就像我们那个国家主席写的很多文章，他就是有专门有写作班子在写的啊，相当于就是原来的翰林院编修。啊，翰林编修啊，非常收藏啊，写啊，这个只是一点啊，这个因为我们后面要讲到有的那个东西要讲到，所以我列举一点出来啊，列举一点出来啊，写了很多，他都是自己研究出来，他不但研究，他还有一个很厉害的这个，他把这些东西啊，尽可能多的做成了拓片。啊，这个在如果大家那个到山东潍坊的时候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这个万应楼啊，万应楼，这个当然是刘海粟老先生百岁开业101岁时候提的啊，刘海粟提的。大家看一下这个万应楼里面啊，藏了多少东西啊，藏了多少东西？商周铜器。啊，248件，我们现在家里面如果有一件商周铜器啊，啊，你可以换一栋房子去。啊，秦汉铜器97件，石刻119件，砖324件，瓦当923件，铜镜200件，玺印7000余方，所以它叫万应楼。万应楼，风泥548方，陶文5000片，全镜烛各式范模子啊，各式范就是模子1000件，这个就很难得了啊。我们有个铜镜啊，什么东西能被1000件，那个不稀奇的啊，你总归还是有办法。但是它是这种各式的这个范有1000件，那就非常难得啊。这个因为是7000余方呢，就夸张一点，取名万应楼啊，取名万应楼啊。陈建奇在经史学方面啊，他首先是藏古，然后是鉴定鉴古，然后是什么呢？注释解释啊，释古，最后是传古。他的这个东西啊，所有东西啊，都从来没有自己一个人独享，他做的大片啊什么的都是送人的，啊，都是送人的，啊，这个上面这方印章大家看一下，叫什么呢？平生有3代文字之号，啊，一生啊，就是一生当中啊，他有3代，那刚才讲的夏商周3代文字之号。对那个时候的文字，他有癖好，啊，下面这个呢，啊，这个是，啊，是度量衡上面拓下来的，26年，公元前秦始皇啊，秦始皇26年是几年？公元前。221年，建国那一年啊，秦国建国那一年，念六年，26年，皇帝
进病啊，并见兼并的意思啊，兼并天下六国，天下诸侯前守大安，前守啊啊称臣了啊，诸侯全部归他了，立号为皇帝，称始皇帝啊，乃召丞相，命令丞相壮简简法度量，这个是责法，这个我们现在这个责啊，它实际上也是一种器啊，不一没有统一，欠疑者不是奸，旁边还有一个欠啊，旁边还有这个欠字的啊，这个是左边是奸，欠疑者皆明一知，变成一样，就是啊，就是度量衡统一啊，度量衡统一啊，所以这个里面啊，那这个就这种东西啊，就我们就知道了哦，原来是秦始皇第一年的时候啊，公元前221年的时候就开始制定统一了啊，也就是说，实际上在全国统一之前，早就已经做准备了。啊，就像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9年成立之前，所有的这种很多的东西都已经在准备了啊，不是1949年才开始准备啊，道理是一样的。这个是万应楼的它的那个外部的这个情况啊，万应楼的情况，这个是石钟三房的一个啊一个房子啊，石钟三房，石钟三房。啊，等会我们也去讲这个是什么道理，是讲的石钟三房啊。这个大家去看一下，我刚才说了，陈介祺啊，他实际上藏骨啊、释骨啊固然厉害，最最厉害的就是第四传骨，他的东西大家看一下啊，他是重在研究，他讲骨气。出世出土啊，古代的器物出土既有终毁之期，总有到时候要毁灭的啊，不可不早传其文字，要抓紧时间啊传他的文字，你看他这个是不是收藏要放在家里不动的，他要把它流传，针对古玺印，他又称今人有为印谱做，这个印谱的印它是动词，就做成谱，印谱，那么就叫打印，打印泥，损骨印而不印者，因为怕损坏骨印而不去打印这个印谱，有抹石印做谱者，有什么呢，就是去磨刻到石头上面再去打印章打出来，余未皆非也，我认为都是不对的，古人文字你看到吗，不可不攻海内大雅之学，不能够私藏在家里面，不让天下的这种大雅之士去学习去共享啊，所以他呢踏了很多东西，你看季真，这个季真给这些人啊，吴云、潘祖英、王懿龙、吴大珍，王懿龙是谁，甲骨文的发现者，这些人都是大专家，大这个经史家，大文字学家，你想想看，我如果一件东西给自己同行给他们分享，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就泄密了，对不对，人家可能研究的成果要比你高，那么一般有私心的人他都会藏着不会公布出来，而这个陈介祺你看全部公布给这些好友，而且不是给一般的好友，是给很有这个
学术成就的这些人，这个就了不得啊，这个非常了不得啊。石钟山法，陈建奇呢藏了十几个钟，不是十个钟啊，但是他也取了个整数叫石钟山法，这个怎么叫石钟山法藏钟啊，这些钟，这个就是他的这个钟的这个全景，他的这个拓片啊，拓片啊，哎，这个呢也不算全景拓啊，不算全景拓，有点这个全景拓的意思啊。这个就是他为什么有石钟山法，又有万应楼，都是根据自己啊收藏的东西取得自己的赞誉，这个很多的收藏家往往是这样的啊。这个石钟山法。啊，应局啊，应局，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里面这个整个这一套都是啊，石钟山法应局，就是应谱啊，应谱啊。那么这里面有一方印章啊，这呢这个就打开了以后啊，大概就这个样子啊。那海滨病史，看到吧，就是他的那个号啊，他的号。这里面有一方，这一方印章啊，我这个放大以后，那个有这个，哎，这个放大以后大家看清楚啊。淮阳王玺这方印章啊，那个我们邱老师肯定很熟悉的啊。我们凡是学印章临摹印章的，不可能不让你去临摹这方印章，这方印章是汉印当中的最高标准啊，它是一方玉印啊，但是它是这个文字啊是非常难以临好的一方印章啊，这方印章我连续临过七遍啊，老师还不满意啊，磨刻，一次一次一次试刻还是不满啊，我因为我要准备要搞一套那个我的临摹，将来我想自己搞一套临摹的这个印章的一个集子作为我自己作为印，这方我是要重新再临摹一遍啊，当然了将近二三十年前临摹的水平跟我现在的水平应该我现在比以前水平要高一些啊，所以我想就再去重新再试一遍，再临摹这方印章，把里面的精华这个精彩的我现在能够看得更加多的，看得到更加多的东西，我去临摹一下啊。这方印章大家看一下啊，这种圆形的弧度，这种圆形的弧度以及这个里面一片混乱的这个线条，其实是很有，好像很容易啊。你看，那这个你看这个地方一根长线条，一根长线条，再一根短的，一根短的，更短的一个的，不是好了吗？但是你要控制到里面的这个几个小红点啊，那真的是太难了啊，简直控制不好。还有这个像这种线条。你如果像这个是耳朵旁，这个线条下来，如果刻的笔直，错了，它一定要有一点点的弧度，啊，像这种地方它都要有弧度，这个阳字的这个日啊，这个地方都要有弧度，啊，这种地方这根线下来撇出去的这个线下来，也是一个弧度。一个不注意就一条直线，就是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拿一把刀在刻的过程当中，它就是要一边在刻啊，一边在刻，一边手什么要有手腕一定要在转的，而不是什么横冲直撞，它一定要有这个动作，要有转动的这个动作，石头和刀是要配合在动，石头动过头了，刀没跟上去也不行，刀动过头了，石头没放上去也不行，这个配合的严丝合缝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难，
所以这方印章如果是哪个是做我学生，这方印章领好了啊，我满意了，你那个临摹这一关可以算过关啊。那这个是确实是啊，我到现在是反正是那么多年带那么多届的学生当中，我满意的好像还没啊，让我看了以后感觉大吃一惊的还没有，我总能找出里面毛病出来啊。你要让我找不出毛病来，那才算过关啊。那么这个里面呢，大家啊，这一方印章啊，现在在那个故宫里面，当然我们现在印谱里面很多都能看到，但是印谱里面的呢，这个已经残破的，大家去最好去什么呢？就是那个，能够买这种现在，那日本的二泉社他们出的那种印谱里面，如果有的话呢，是最好。因为它只是下真迹一等，就是你现在不可能叫故宫的人去帮你打一方这个印章给你，打个印花给你，不可能的。那怎么办呢？只有用最逼真的这种印刷，你加去临摹啊。我们现在很多地方，现在很多书啊里面也有这方印章，但是啊都是已经这是完全走形了啊，完全不能用啊，完全不能用。所以这个呢，大家要注意啊，这个要注意。这个放印章，因为讲到这个印章呢，所以我们把印章呢就讲下去。印章呢有很多很多的名称啊，我们这个呢，这方印章叫什么呢？大毛村记，大毛村啊，大毛村的一个啊，古代一个村子里面的一方印章。这种印章呢，它实际上不是刻出来的，也不是铸造出来的，它叫什么呢？叫攀条印，就什么呢？用这个铜丝啊，用这个铜丝，很细的铜丝，就是弯好这个形状以后，我们现在我们叫电烙铁是吧？底烙铁烙上去的，但是古代没有，你这个像这种印章都是，这差不多是战国时候的印章，你哪里来的这个电烙铁？怎么弄的？很奇怪啊，现在还没有。实际上他们说这个印章呢可能不是那么远，可能是唐代的，因为唐代以后，唐代晚期到宋代的时候啊，真正到这个百宋的时候，攀条印是很成熟的啊，之前的很少。所以这方印章大毛村是不是真的是啊战国的印章，我是也是比较怀疑的，因为他的那个科技手段还没到达那个啊，太远了啊，到不了。记啊，也是印章的一种称呼啊。比如说我写沈爱良记，就知道大家就知道，就是我的印章啊，我的印章。这个呢是官坊，官坊是边疆这个地方啊，前军都督啊，前军都督府都督检视诸官坊。朱官坊的朱就是红颜色，朱就是朱文啊，红颜色的阳文的意思。官坊就是边关，你要出去敲个章。我们现在不是到国外去，不是也要这个要海关也要那个敲个章，这个就是相当于现在海关的章一样的合同。我们啊，这个现在大家签合同。这个呢，合同呢，古代这个合同呢，也是印章的个别称。这个叫什么字呢？上面一大家看得出来的啊，冠，这个背，一冠背合同，啊，一冠背合同，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呢？这个上面呢是这样一个形状，像是腰子的印章，它是干什么？它实际上是一个敲在什么地方的呢？它不是敲在这，它是敲在那个。有价证券上面银票啊，一贯被合同敲一个，就代表是我们这边出来的这个票子啊，还有这个用场。所以上面装个木柄装好以后啊，就像我们现在敲砖呀，就是我们那个邮局里面敲那个章的时候是不是很用力啊那种，哎，它上面装个柄以后就这样敲。啊，这一贯背合同
印章啊，各位。这一方呢叫诸暨，啊，这个是诸官法，这个是暨，这个诸暨，啊。这一方呢叫印信，啊，印信。我们一般是什么呢？它，印信呢，这个是一开始，这个是汉代的这种印章啊，它是汉印的这个规矩用的这个印章啊，某某印信，一般是单名用印信。如果是这个叫这个印字啊，它换一个字，或者是叫毛，王玉毛，下面就要用印啊，不会再加个姓。但是到东汉的时候呢，东汉我们知道是道教特别兴盛，五行学说，五个字，崇尚五个字，道教崇尚五个字的，所以到了东汉的时候，这个印章是变成什么印章呢？叫王玉毛印信，它要凑足五个字啊。如果是王玉，东汉的时候怎么办？叫王玉之印信，加个之，所有的之，王玉之印信啊，或者是王玉之印章都可以啊。章，大家看到吧，这个这方章一看就知道东汉琅琊下印章啊，琅琊下印章啊。那么这个你看，如果是西汉的时候，它这个章是不是就可以去掉了？琅琊下，琅琊山东琅琊这个地方，琅琊下印就可以啊，一看就这个知道这个是东汉，这种形制，这个才东汉啊。这个呢是图书，不是我们现在看的图书啊，但是我们老一点的这个年纪的人啊，都知道图书就是图章啊，图书就是图章的意思啊。当然我们现在是某某某图书，那肯定是指的是你这方印这本书了啊，你的这个在古代图书就是印章。这个呢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得到的最早的商代的三方五玺，最早的历史最悠久啊，现在只存了两方印章，一方印章已经没有了，找到了。两方印章都在台北故宫啊，大家看一下这个印章啊，在青铜器上面啊，我们也发现过啊，也发现这个是说明什么呢？就是下面我们看一下，就是郭沫若认为啊，古代部族的象征符号是一种族徽，就这种即图腾，图腾的名字啊，就是英文图腾里面那个翻译过来的啊，图腾嘛就是一个家族里面的，这个是你的，你认为这个老祖宗是一条狗，那么这个图腾就是一只狗啊，就是讲的难听点，图腾就是老祖宗了。老祖宗是一只鸟变过来的，你的图腾嘛，这个里面图腾就是一只鸟啊，他认为我的祖先是一只鸟，那么他的啊是图腾就是这个意思。啊，那这个呢？这个两个都是青铜器里面我们现在发现的啊，这个古代殷墟当中最早的啊，这个三方呢，真正的年代我们现在认为是商代，其实呢，我们知道这个三方印章出土以后啊，它不是正常的考古发掘。是盗墓出来的，盗墓出来的意味着什么呢？它这个墓葬里面它是年代它是不知道的，我拿出来以后卖给你，谁知道这个哪里墓，它也不会告诉你的。所以我们现在讲是讲殷墟三五玺，这个事情因为是大家都这么讲，其实我们现在真正能定的只是战国时候的墓玺，也就是说差不多在2500年2800年这个左右的时间，殷墟呢那就是要3000年以上的这个啊，那完全不一样，对不对？所以而且这三方印章我们都不知道它什么内容
啊，就好像是图腾。那么这种是干什么用的呢？其实这个印，这种我们一看这个，既是烛灰呢，我们就认为它是给奴隶打烙印用的。哎，你比如说是这个是旁边像两个钉一样的，你如果是钉架的奴隶，烫了这个钉架，这个是姓蒙的，比如说像一扇门，蒙家的，那敲上去就是你蒙家的这个奴隶啊，这个是做记号的啊，做记号以后烫下去就能够做记号了，不一定的，所以加墨啊，就古代这个墨刑啊，一直延续到你看，连武松的时候，你看都已经啊，这个就啊比较历史比较悠久啊，因为等会我们还要看到一个啊，这个古代印章的这个功能呢，一个是平信，平信呢，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啊，平信就这个印章是一个信物啊，执政所持信也。还有一个呢，就是干什么用呢？就是做封泥。这个封泥又叫泥封。我们知道古代啊，都是竹木简一捆一捆的。我如果这里面，比如说是要传递一个重要的信息，我很保密的，我不能让人家知道，要打仗。那么怎么办？我这个扎了绳子，打了个结，没用的。结果总得把它解开来的这个可能性，他会用什么呢？用一个泥块，一个木盒子，方的木盒子套在这个绳结上面，这个绳结里面是盒子，里面是绳结，再用这种胶泥啊，胶泥把它填满这个方盒子上面，这个上面都泥填满以后，用一方印章在上面盖好，把这个盒子拿掉，等这个泥干掉以后，就是这个绳结呢包在这个泥里面，你想看这封信，你一定要把我这个泥敲碎，你敲碎了你就再放上去就放不上去，他用这个来防止别人偷看，这个就叫泥封，又叫封泥啊，道理一样的。等一会我们会给大家看一下什么是泥封，什么是封泥啊。第二个呢是记名啊，印章啊，我们看到很多陶器上面，陶片上面有一个人的名字的，就是这个工匠的名字啊，记。还有一个佩戴印章是有辟邪的功能的，辟邪的啊，辟邪功能的。他认为这个印章，比如说天啊，上帝神师，以为他就代表是天兵天将在我这边，你们一般的小鬼不能近身。名器又叫敏器，就是殉葬用的这个东西啊，这个名器不是明亮的意思啊，这个意思。还有一个就是烙马，刚才讲的这个可能就还是还有烙人的啊，这个就是啊，我们上一次课当中啊讲过，这个是兰亭序对不对？啊啊，这个。不知老子这样子啊，这个后面是岂不痛哉，然后梅兰昔人性感之由，感叹的理由，若何一气，气就是腐气，腐气我上次讲过，就是两半东西啊合在一起要严丝合缝，这个就代表比如我传递一个打仗的消息，皇帝啊有两块腐腐，派这个将军出去打仗的时候，一块给这个将军，一块留在皇帝那边，皇帝说这个打仗应该怎么打，应该怎么打，好，派一个使者过去，那么这个将军怎么知道你是皇帝派来的，还是敌方派来的，还是什么地方派来的，那么一定要使者一定要拿着皇帝这一块拿过去，跟这个将军两相勘合，哦，那就是皇帝指令，我就要去执行。胡服就是南宋时候，刚才看到南朝宋齐梁陈的宋，贵阳王刘修范的姓胡，刘修范这个他也是两块
啊，他也是一样，他是王嘛，他如果有什么消息要传递啊，东西啊，也需要这个东西，啊，所以是络合一切，两相吻合的，就是我们现在的感叹跟古人的感叹完全是一致的，就是一致的，那这个就理解了吧？所以这首这篇文章当中的络合一气，人家一开始搞不懂一气是什么意思啊？啊，就是饭啊，腑气啊，盒饭啊，第一个是第一，第二个呢是记名啊，《吕氏春秋》当中讲过，秦国手工业啊，这个他这个有一个物乐功名。啊，物乐功名啊，以考其成，这个东西做得好不好啊？你要查你的名字的，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究其情，要追究责任。我们现在平时烧菜的时候，出锅的时候，不是盘里面有的是贴张纸的，是不是？厨师，比如说是12号，是12号厨师烧的，这个菜如果烧得不好吃。烧的有问题，太咸了，追究责任，追究12号的那个厨师，道理是一样的啊。这个尽管他是贴了张小纸条啊，以究其情啊，啊，这个是记名啊。那这个上面都是啊敲的这个印章，看到没？都是敲的印章啊。像这种字是白颜色的，我们就叫白文，或者又叫英文。那么敲的这方印章呢，它就是阳文，对不对？所以我们风仪里面讲的阴文和阳文，跟这个石头的阳文和阴文正好相反啊。我们这个风仪的话，看到的风仪是凹进去的，这方印章就是凸出来的。所以我们印章呢，我们现在这个上面黑板上我讲的这个三个啊，大致我跟大家说是对应的啊，大家看一下，这不是给大家对应好了吗？宽、阴、白啊，这个是一个，这个是朱、杨、志，这个是两个，对不对？其实在这个风仪当中啊，恰恰相反啊。印章呢，我们现在印章当中啊，我们很多人讲到这个印章的时候啊，啊，这个风仪里面的我们这个方印章，大家讲到如果是讲到这个阴文的，我们现在印章我们不能叫白文，要叫朱文。风仪里面这个是凸出来的印章，正好是凹进去的，印章凹进去敲到泥上面，泥才会凸出来的，那就是这个。所以我们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真正刻印章的人不会把白文印叫做阴文印，也不会把朱文印叫做阳文印。实际上阳文阴文是针对风仪来讲，风仪里面讲阴阳的，那么跟印章正好相反。所以我们印章啊，有的时候你们比如说叫我刻一方印章，哎，老师你帮我刻一方英文的印章，那么我当然了，我现在当然不会那么傻，我给你去刻一方朱文，我知道你是刻的要求是要刻白文，但是实际上应该是正好是相反啊。你如果是叫我刻一方英文，我知道我你要叫我刻一方白文啊，就刻一方凹进去的，我很懂这个意思，但是大家知道这个是真的是跟原来正好是相反啊。所以我们刻印章的人，至少我上课讲印章的时候啊，不讲风仪，讲印章的时候，我只会跟大家讲朱文、白文，不会跟大家讲阴文、阳文。如果有人讲阴文、阳文，我就晓得你肯定不是我学生，哎，对不对？哎，这个是，所以印章当中啊，平时大家讲印章的时候呢，请大家不要讲阴文阳文，朱文白文呢，就看这方印章打出来的字啊，红颜色的朱文，
白颜色的印文啊，白就白文，字白颜色就白文，对不对？还有一个是印章的这个，还有一个佩戴啊，佩戴啊，印章主要是古代这个印章主要是佩戴用啊，不是我们现在好像那个一个印章放在那个盒子里面可以供着，不是的。那像这种白玉的这种印章啊，这种印章大家看到吗？都有孔的。但是古代的印章你看到吗？孔是有的，绳子都没有了，当然都是烂掉的啊。这种印章呢都是很小的，都是一公分左右的大小，很小很小，一公分啊大概就这种大小啊，没有那么大的，很小的一个小印章挂在身上佩戴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而已。但是这个大家注意啊，这方印章可能是这个东西啊，应该是这个绳子啊肯定是后配的啊。啊，如果这个看到它这个玉色的这个浅色这么好，这么古老的一方印章，这个绳子还好的，那这不可能的啊，这个不太可能出现的啊。那都是像这种，你看这种印章已经包浆非常好了，这个时间啊很久很久了啊，这个绳子啊都已经腐烂掉了。这里面就要讲到这个了，大家看到吧？这个是啊，《祭侄文稿》，《祭侄文稿》的第一部分啊，第一部分这里面有一个什么呢？第十三书，迎亲光禄大夫啊，迎亲是什么意思呢？银制的印章，青颜色的绶带。叫迎亲啊，光禄大夫用的印章他只能是用银子做的，不能用金子做的，也不能用玉做的，更不能用玉了啊。所以说他的绶带有紫绶，有青绶，有银绶，有那个其他的各种各样的颜色的绶带，这个官他是用到这个，这个是青啊，这个是你如果佩戴的这个印章啊，实际上人家都不要就是问你的，你只要身上挂的这个印章拿出来，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是几品官啊，你是多大的官，他都知道，根据这个用的材质啊，用的这个绶带他就知道啊。所以说这个里面大家看到吗？这个这种东西啊都是金石文化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看看是一篇文章，你如果不知道这个迎亲是什么意思，你就完全没办法解释。如果你知道印章的制度啊，你就知道这个实际上是啊两种东西，一个是银子，一个是那个绶带。名气，这一方是鎏金的，这个一方辅国将军章啊，辅国将军章啊，龟牛啊，这个这种印章，这个是鎏过金的这种印章，我们就知道它的实用性很小啊。干什么用的呢？这个辅国将军啊，这个辅国将军他死了以后，章我们知道秦代的时候啊，章是传下去的，就他有世袭的官啊传下去的。还有呢，我这个官不做了，下一个来接替了，这方印要给他们的，这方印不会砸掉的啊，不会砸掉的。但是到唐代以后呢啊，这种印章呢它有一个毁印制度。什么叫毁印制度呢？就砸掉以后重新做啊，不让你传下去啊。那么这方印章呢应该是什么呢？我认为是这个肯定不是唐代的，这毫无疑问啊。我们看它是将军章啊，它应该是汉代的印章。这方汉代的印章我们知道这个官啊要给自己的子孙的，那么他死了以后，这个辅国将军死了以后，墓里面要殉葬一方印章，
那么就要去再去做一方印章，做一模一样，做一方印章以后，上面鎏金，就是祭祀放在墓里面用这个用的，这个就是这个印章的这个作用。我们现在看到实用的印章，这个鎏金的这个可能性很大，因为这个还是磨损还是很厉害，能放在身上经常擦，这个肯定不行，乱麻印。这一方印章呢，将近有7公分大，巨印啊！现在我们看到的那个是最大的一方乱麻印，上面这个孔，上面的这个孔应该是插木棍。乱麻印什么呢？就烫在马屁股上的，烫上去以后呢，就代表这匹马是我们家的乱麻印。这个文字呢叫日庚都，日庚就是庚午年的庚，日庚都，都首都的都，翠就精粹的翠，车马日庚都翠车马，这个是这一方落文，而且这方印章呢很奇特，它是一个油字形的，里面的文字是油字形的，这个在古代的章法当中也是独一无二的，独一无二。旁边这两方印章，一方是来主生刻的，叫西郊以寄游，西休息的西，交交流的交，所以的以，继续的继，大家看这么多这个一个个圈是继续的继，游游玩的游，西郊以寄游是什么意思呢？停止跟人家打交道交往了，用来干什么呢？游山玩水去了，我不跟你们混了，我自己出去玩了，就是西郊以寄游，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人这个就变得比较高级了，我这个人不，这个我惹不起，我躲得起，我自己去外面去。下面这块呢是钱君陶，也是当代的大篆刻家。吴斋就是他的斋名，钱塘之喜，就是他的。你看这种呢，就是什么呢？现代人用古代人的这个章法，活学活用，活学活用。非常非常巨大的一方印章这个方印章就我们那个学习就是这样的，看到以后呢对自己有启发，想办法要去化为自己的这个东西。这个呢是就是讲的这个风泥了，刚才我们讲风泥泥风的这个风泥了风泥呢这个是以前没有人重视的，觉得这个没什么用没什么用。但是现在我们看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是其实已经是作为一个很好的学习的资料，这种就是风泥这种就是风泥这个东西这个风泥。这种里面的这个里面踏下来的就是一组一组踏下来的都很破碎，因为都敲的都很破碎这个里面就是印章，而且都凸出来的，所以这种印章都是凹进去的它起源于这个陶胎起源于陶胎这个陶瓷上陶器上面呢它拍的痕迹就这个用这个旁边这个陶胎拍到这个上面去了就这个痕迹就出来了那这个就是风泥这个就是风泥大家看到这个木板有个方块的方框，把泥塞进去，这个上面看到了，就这个泥块打了一方印章在这个上面然后这个方框拿掉了，盒子拿掉一粗粗的，旁边这种都是可以拿掉的，拿掉了以后就是这个泥块就留在那个地方了，那旁边就这个样子的，这个上面这个旁边什么东西呢？绳子的痕迹，把它扎到这个绳子，那就这个下面这个绳子
绳子的痕迹啊。那这个是出土的，看到吗？啊，这种都是出土的这个风铃啊，出土的风铃。这个是也是啊，大家我们看一下，不讲了啊，这个看一下他打绳结啊怎么做的啊，就这个意思。这个呢就是陈介祺他自己做的一些拓片啊，做的一些拓片啊，各种各样都有啊，各种各样都有。你看这种都是古代的这个打仗用的这种啊，这个呢是啊，也是他拓下来的。你看这样一组组拓下来的，就非常具有这种文化的这种东西啊，这个金石味特别浓啊，书卷气特别足啊，特别足。这个八件器具啊，这个放在一起特别漂亮啊，特别漂亮啊。这种都是拓片啊，我就简单的翻过去大家看一下啊。这些都是陈介祺自己拓或者请人拓的，他收藏的东西啊，很多啊，很多，大家看一下啊，非常多。那这个都是他的这个啊记录的啊，拓的东西，记录的东西。很多很多，他那个做这种东西啊，你看这种拓下来，凤凰啊，我们讲凤凰是什么呢？是上帝的使者啊，上帝是上帝。我们第一堂课我们就讲过这个事情啊，凤凰啊，这个就是陈介祺自己写的字。大家看一下这个字呢啊，这个说是他是搞金石学家，但是这个字啊，这个说是金石味很浓呢，我觉得是很难说。而且这个用的这个笔啊，笔锋啊，都是偏调。按照我们现在传统的书法来讲，这个是绝对不及格的这个字啊，不及格的字。但是它的字里面呢，有的这个字法呢，又有一点转，又有一点这个立，又有点什么楷，这种很多种的混合在一起啊。形成了他一个独特的面貌，风格很明显，他的字一看就知道，这个是陈介祺的啊，陈介祺的，那这个也是啊，陈介祺的字啊，我们那个不讲，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啊，就是金石呢，啊，我们概括起来讲，它是我们现在能够，因为是我们青铜器啊，是从唐代开始发现的啊，再有才开始慢慢有拓片的，所以我们讲青铜器这个上面的这种文字也好，对我们后来的这个书法创作，它是有借鉴意义的，尤其是这个文字有很强的这个借鉴意义。它比甲骨文，甲骨文是有2800多个字能够认识，你的使用的这个字啊很有限，金文就比较多了啊。就在自己的创作学习当中啊，这个可以借鉴，一个是借鉴那个直接看他的拓片，今天给大家看了很多拓片，直接看拓片。第二个去看那个这个那些金石家们啊，书法家们，他们临是怎么临的啊，每个人临出的都是自己的一个效果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那个金石啊，他讲收藏了，他主要是要什么呢？主要是传承，而不是占为己有啊。因为我们后面呢知道还有一些内容，有些内容呢就是是啊，也是值得大家那个去了解。因为有些金石学家，特别是像那个陈介祺他们这一类的金石学家，因为我本来还讲到一个那个我们那个金石录啊，金石录呢，我们都知道是李清照啊，和他的丈夫赵明诚，李清照大诗人啊，但是他又是个金石学家，一般人都不知道。我们中学里面学，小学里面学李清照的词啊，凄凄惨惨切切，你就不知道他里面啊很多都是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金石方面的东西。我相信大部分中学里面的语文老师，他不会去关注这块啊。如果有机会，我们将来再讲这个东西啊。实际上，笔
纯粹去看一件书法作品啊，它有意思的多。一件书法作品，我刚才讲，就像这个旁边这个，错金作字，踏骨，这不是开拓的拓，踏骨为图。仅仅看这几个字，你看不出什么名堂的啊。如果对他们所研究的东西，我们去观察、去考证、去推敲，你才会有真正的一种收获啊。金石跟金石卫的书法，大家不要完全挂起钩来啊。什么是金石卫的书法？你自己去体会。等你临好了这种金文、甲骨文这些，或者是像泰山刻石啊这些东西以后，你的字里面慢慢会发生变化，而这个变化当中的这种含有的这种元素，可能就是金石卫啊。没有经过自己的去实践啊，光讲金石卫一点意思都没有啊。我希望大家能够还是，那讲到底呢，第一堂课希望大家去研究甲骨文啊，第二堂课让大家去读懂这种一件作品。今天呢，大家是要这样啊，要去实践，而且要去自己要去，哎，不但要收藏，还要传之后人啊。好，谢谢大家。这样密集的给了我们这样一个书法精奇的印象。上海博物馆的展厅呢，它是按照它的那个门类陈列的。我们知道老先生这样子设定，然后全国呢后来就是熙然从之，有他自己的理路。但是呢，我一直是期盼着，也很高兴像陈老师这样，他能够就是跨越门类，等于说假设如果跟上面的展厅相呼应的话，那就是今天就要涉及到我们上面的青铜展厅，还有我们的书法馆，还有我们的历代印章馆，甚至有一些东西呢会涉及到我们雕塑馆当中的一些碑刻。所以呢，这个老师呢讲的内容密度很大，信息量也很丰富，其实也是给予大家一种新的关照这些文物遗迹的一种方式。那么也祝愿陈老师在他的艺术和研究之路上越走越开心，希望他在开心之余还能接下去在我们的上博讲堂上跟我们分享他的心得。好，谢谢大家。